对付谁呢？一定是阿飞。阿飞，相公只有一个朋友，能够冒死相救的，只有阿飞。阿飞，表哥当年交这个朋友，真是值得。少林寺能敲钟集合来对付阿飞，那阿飞一定是恢复了。那天机老人已经死了。阿飞，他这是你有。石英，你照顾仙儿。表哥，少林寺不会为难女人，我要去援助阿飞。表哥。大哥，阿飞，我们一起杀出去。好，哼，你休想！大哥，大哥，表哥，我要去救他。你不用去救他了，他已经中了迷香之毒。迷香之毒？什么迷香？喏，就是那一束。那一束是你带来的？错了，是龙啸云带来的。我告诉你好了，我已经先服了解药，所以没事。为什么？哼，你死了，我就是龙啸云的夫人。你，一切都在你算计之中。哼，龙四爷，快点为民除害吧。爹，钦差已死，可是他宣判的死刑仍然有效，把梅花道李寻欢押出午门斩首，好吗？嗯。爹，怎么处置娘呢？那是我们的家务事，等他醒了再说。阿飞，你们省点力气吧，你们逃不了了。阿飞，是大哥害了你。能够跟你死在一块，是阿飞的荣幸。龙大侠，午时三刻已到。大师，容我向拜弟送别。大哥知道我喜欢喝酒，所以特地送酒来。真是我的好大哥。玄欢，不要怪大哥，大哥是大义灭亲。大哥又何必内疚呢？玄欢至死都不会怨大哥的。大哥，这太可怕了。阿飞，龙啸云，我真服了你，以你的厚脸皮
你只要坚持下去，将来一定可以称霸武林。寻欢，你还有什么话要交代的？ 照顾诗音，我会的。行行，慢着！你们在少林寺行刑，为什么少林寺住持不出来？方丈大事，慈悲为怀，不忍见血，所以不出来。哼，你敢出来，可见你是残忍为怀了。哼，我要为新梅师兄报仇！方丈驾到。 放了李寻欢跟阿飞，要不然我就杀了他。方丈的武功如此高深，凭你这个小辈，怎么能制服他？老衲中毒了。哦，方丈。哼，你们能够叫林仙儿下毒对付李寻欢？ 我就不能下毒对付方丈了吗？好，小红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。快放人！哼，梅花道危害百姓，杀死钦差，罪无可恕。你们如果不放人，方丈就得死。 小红，小心！ 你们不要放仗的命了！我们过来救方丈。哎呦！好，杀得好！你们杀了方丈，哼，是你害死他的，太狠了！没想到少林寺还有如此狠心之人。 龙四爷，新虎已经没有脉搏了。好，他们杀了少林寺方丈，怎么像少林寺交代？哼，刚才我们用的是武当掌，这笔账算不到我们头上。哼哼，小红，快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哥，你连他也不放过，他知道的太多了。 难道你们的所作所为不能让人知道吗？他们杀了少林方丈，怎么敢让外人知道？不用说，这笔账又算在梅花道头上。大哥，我知道你们其中之一，一定有一个就是梅花道。我快要死了，你能不能让我死个明白呢？ 过来，过来，救他！大哥，你要杀我，我不能让你活着。你只有死了，诗音才会安心的留在我身边。 如果你杀了我，能够让你快活些，那你就动手吧。你死了，我会痛苦一生，诗音也会痛苦一生。为了这个，我更加不能原谅你。大哥，阿飞跟你无冤无仇，你放了他吧。大哥。
不要求那个恶贼，黄泉路上，让你们俩结伴。龙啸云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执迷不悟？，你不要一错再错了。 白小生，你想干什么？我知道，林十一一来，龙四爷一定杀不了李寻欢。李寻欢和阿飞一旦逃脱，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白小生，放下屠刀！方丈，不要过来！ 不然我不客气了，白小生，你不要伤害他。龙四爷，杀了李寻欢，不要理我，杀了这恶贼。杀了他，不然我杀了林十一。四爷，快动手！快杀了他，不然我让你永远见不到林十一。不要管我！杀了他。 杀他！不可以！大哥！来人，把这少林叛徒押进去。是。 龙大爷，你为报私仇，制造梅花道冤案，陷害李施主，残害无辜百姓，你如何了断？方丈，刚才若不是龙大侠割断我的绳子，我的飞刀无法出手。大哥，他是为了救他妻子才这么做。不错。 因为我知道，只有李寻欢的飞刀，才能比白小生手快。方丈，不管怎么样，刚才龙大侠那一刀的确救了我，可见他有悔意了，请方丈原谅他。李施主，你可知道老衲一出手就能了结龙啸云的命？ 为你，为新梅师弟，为钦差大人报仇。大哥，如此黑心之辈，如果你饶了他，那些死在梅花道手上的冤魂，能甘心吗？梅花道是白小生所办，人也是他杀的。龙啸云是主谋，白小生只是他的工具而已。方丈，施主，主谋之人，罪加十等。 杀，不杀。方丈，龙啸云是否主谋啊？我们并无真凭实据。李施主，老衲今天佩服你，龙啸云就交给你，要如何处置，施主自己定夺。 失忆，你快扶大哥回去吧。谁要你怜悯？我就是主谋，你杀了我好了，我不要你装出大好人的样子。李寻欢。 这家伙太不知好歹了！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不杀我，我以后还会杀你。
龙啸宇，这种话你都说得出来？诗音，大哥他受了刺激，快扶他回去吧。 大哥，这种人留在世上只会祸害人间。你欠他的已经还了，你欠他的已经还了。小红，你刚才上哪去了？我去找仙儿。 没找着，算了，由他去吧。大哥，他这样害你，你都不计较？都是我害了他，他怎么报复我，都是我罪有应得。大哥。 是为我而死的，您的恩情，循环永志不忘。爷爷，梅花道的案子已经水落石出了，您好好安息吧。老爷子，您把全身的功力都给了我。 阿飞此生一定会用您的全身功夫，替天行道，行侠仗义。怎么会有辆马车？ 小云，爹，怪不得我在少林寺找不到你，原来你已经准备。方丈一复活，我就知道大事不妙，所以赶紧下山来准备马车。你知道我能全身而退。李寻欢武功天下第一，可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就是他欠人家一时，却会用一生来偿还。爹。 李寻欢永远不会杀你，但是我永远也赢不了他。我永远也不是他的对手。爹，他不杀你，他就永远不是你的对手。爹，你会赢。哦，哼，何以见得？经过这么大的惨败，你还笑得出来，那就表示你没有垮下去。爹，上车吧。 大哥，你要去哪里？小红要回老家依亲，我送她一程。好，大哥，小红，保重。你现在虽然有了老爷子全身的功力，行走江湖，大哥不必再为你担心。但是有一个人，你千万不能去找他。哦，天底下竟然有这么可怕的人！ 他是哪个门派的？他虽然没有武功，但是你永远都不是他的对手。究竟是谁？林仙儿，记住大哥的话。
永远都不要去找他。大哥，我……你答应大哥，永远都不要去找他。大哥，你答应我。我答应你，大哥。你现在以天机老人的名义立誓，永远都不再见他。大哥，快啊！我发誓，我今生今世绝不找林仙儿。好，这才是我的好兄弟。保重，小红，走。大哥，小红，保重啊！爹，喝杯酒压压惊。嗯，乖。小云呐，爹想把这里卖掉，全家人搬到江南去。爹，你不报仇了？哎，李寻欢走了，他再也不会跟我争诗音了，那我还跟他争什么呢？爹，可是娘心中还是有他啊。不，生死关头，你娘救了我，所以她心中还是有我。李寻欢废了我全身武功，这个仇爹不帮我报了。小云，不是爹不帮你报仇，而是爹无能为力。爹布下梅花道一案，天衣无缝，但还是杀不了李寻欢。你叫我用什么报仇呢？爹，正因为你这次大败之后，李寻欢他会放心大意，那你就有机会反败为胜。小云，你小小年纪就如此狠毒。我不是为自己，我是为爹。为我？上次李寻欢出走关外，十年后又回来，搞出这么多是非，这一次他就不回来了。那个阿飞得到天机老人毕生内功，他的武功已不在李寻欢之下，他会不回来？他一开始就被你整得很惨，他不像李寻欢，这个人有仇必报。阿飞，他如果找上门来，你凭什么抵挡？现在全武林都知道你的臭名，如果阿飞杀了你，会得到大家的掌声。爹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啊。诗音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要离开你。诗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之间情缘已尽，分手是唯一的路。诗音，你在少林寺？没错，我在少林寺是救了你一命，但那不是因为爱，而是因为仇恨。是因为仇恨，你才救我？像你这种蛇蝎心肠的人，一刀杀了你，未免太便宜你了。我要你活在世上，受良心的折磨。不，你骗不了我。我们十几年的夫妻，十几年的耳鬓厮磨，我了解你。你对我有情，这份感情是永不磨灭的。不，如果有爱，那也早已经死了。诗音，我没有办法忍受你这种伪君子的面孔，我要走了。诗音，我不会让你走的。杀了我，我就走不了了。诗音，如果连你都背叛我，那我在这世上就连一个知音人都没有了。你不配，你不配有知心朋友，像你这种人只配有个众叛亲离的下场。
诗意，你怎么了？你会舍得小云吗？你会舍得她小小年纪就没有母亲了吗？诗意，就算我有千错万错，孩子是无罪的，你不为了我，也为了小云。 诗意，小云，他在等着你呀。多少年来，你总是用孩子绊着我，每次都有效。我就知道，小云是你的心头肉。 没有用的，龙啸云，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。小云已经长大了，这孩子完全得到你的真传。他不害人就不错了，别人哪害得了他呢？我这个做母亲的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你要去哪里？ 找李寻欢吧。我会去找很多人，就是不会去找他。我就是做乞丐，也不会去找他。不准去！你可以不让我走，但是不能阻止我结束生命。十一，留下的只有我的尸体。 娘，你找我？娘来看看你。娘，你要离开这个家啊？娘，你不要我了吗？不，不是娘不要你，是娘没有办法再忍受你爹了。 小云，你跟娘一起走吧，不要再跟你父亲一起为非作歹。娘，你是要去找李寻欢吗？娘不是要去找李寻欢，娘是要找小云相依为命的。不行，我是龙家的继承人，不能就此离去。没错，你是龙啸云的继承人。娘，爹这么做是为了怕你回到李寻欢的身边。可是他不可以这样陷害别人啊。 那是因为他太爱你了，他为了爱我而去害别人，你知道娘的心里是怎么想的？爱情是自私的，他唯有这样做。我对他的爱已经死了。小云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切记。娘请保重，孩儿不送了，孩儿在这里。 感谢您多年的养育之恩，爹。 娘走了。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，居然。
对我这么绝情，你不能把他留下。他用生命威胁我，我又能怎么办？这不月娘，只能恨一个李寻欢。要不是他，我的武功怎么会废？ 娘怎么会走？要把李寻欢消灭，再把娘哄回来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好喝，谢谢谢谢，来来来，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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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小妞，过来喝杯酒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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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来呀，来吧，来呀。 耶！客官，你们的菜都到了。哎，两位客官需要点些什么？哦，先来瓶酒，两斤炒面，一只烧鸡，再来两个杯子。好的，一瓶酒。 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喝酒喝酒喝酒，来来来，来都坐下来坐下来，一块儿喝啊！来来来，喝酒啊！行，来来来，喝一杯吧，喝一杯嘛，行，哎，喝呀！哎，不喝。这小妞够劲儿，把她带到我家去。好，走，走，走，放开我，走啊，走啊。 别拦我，老板，求求你帮帮忙。好了，进来。走。大哥，他不是李寻欢。哦，李寻欢不会让人把酒泼到头上了。老大，不过他长得很像。 李寻欢不会看着自己的女友被拖走，而不出手救人呢？是啊，李寻欢是英雄，不是狗熊。你们在说什么？你们知道的越少，活得越久。是是，小红，我们走。哦，老大，灭口。灭口？灭什么？ 看他的确不会武功，不要多杀人了。我们下辈子还要有子孙呢，放他们一马吧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你们乖乖的躲在房间里，有什么动静别出来，否则命不保。我们走都不行啊！不行，只要跨出一步，就要死。哦，是是是。 客栈的伙计跟下人，都被杀了。走，快，快走吧，走，快点。
们要是敢出来，我就是一刀。是是是，小的不敢。哼，长得倒像是李寻欢，可你的胆子差太远了。小的何德何能，怎么跟小李飞刀比呢？你们不要出来，好奇的代价就是命一条。是。大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一进这客栈就觉得不对劲。多亏你从小就跟着你爷爷行走江湖。他们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从掌柜到跑堂，还有伙计，都是练家子。哪有这么巧的事情？所以这一定是个有预谋的行动。他们杀了所有的人，然后冒充客栈的掌柜，还有伙计，准备做什么？今天一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会来这家客栈投诉，他们事先埋伏在这里，不是杀人就是抢劫。大哥，有热闹可以看了。哼，看你开心的样子。启禀国公，已到清风客栈，今晚就在这儿留宿。是。原来是镇国公大人。看来他们下手的对象是镇国公。大哥，我们帮不帮国公啊？江湖规矩不挡人财路，而且我当探花的时候也听人说过，镇国公是个既贪财又好色的人，我们不要理他。嗯。王爷，宴席准备好了。大哥，那个小卒真可怜。哼，那些位高权重的人，有几个会关心底下人的生死？哎，他吃完了，好像没事。哎，大哥，太好了。启禀国公，菜肴试过，无毒。秋水。请美人。是。国公有令，请美人赴宴。是。大哥，大哥，你怎么了？那个女人。大哥，你也喜欢看美女啊？小红，可是那个女人……你不是说那个镇国公贪财好色吗？既然是色鬼，走到哪儿都会有美女作伴，这个不知道又是哪家的青楼名妓。大哥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位姑娘……林仙儿，林仙儿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要去救她。大哥，客栈里的人全都是杀手，你一旦发动攻击，只有玉石俱焚的。仙儿她不会武功，必定难逃一死。可是大哥，林仙儿是龙啸云的帮凶，他设下陷阱骗阿飞中伏，他还把迷香带入竹屋，害大哥被擒，他是罪有应得的。我敬国公。哎，啊！大哥，怎么办啊？
国公。贤儿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，她本来就是妓女嘛。都是我害她的。大哥，如果一个人要自甘堕落，谁也没有办法，这不是你的责任。国公，我去方便一下。哦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好。林姑娘。一切都安排好了吗？全都安排好了，保证万无一失。镇国公搜刮的财宝都在那几口大箱中，到时候别忘了我那一份。林姑娘通风报信，您记手工，我们都不会忘记的。可以动手了。林仙儿跟他们是一伙的，是他把他们引到这儿来的。不，仙儿她不是那种人。林仙儿心狠手辣，跟龙啸云差不多。